原标题：洪府有件奉天诰命盒，它的来历特殊，还见正少人知道历史。前段时间，小编在游览山东孔子博物馆时，偶然看到一件十分吸引眼球的精美文物。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，该文物叫做奉天诰命盒，是孔府在清乾隆时期用来存放皇帝圣旨的。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，感谢原作者，如侵犯您的权利，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。图片与内容无关，请勿对号入座。后来小